Hello，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咁啊，今日得到关于即整个亚洲区嘅奖咧，觉得个奖都特别重啊，真系好好。咁同埋好想多谢咧我自己嘅三间唱片公司啊，系冇错，我系有三间唱片公司，包括我自己嘅唱片公司 Bang Bang Music 啦，咁啊负责我广东歌嘅星援国际啦，咁啊仲有我国语歌嘅金牌大风啦，咁好多谢即三间公司嘅鼎力合作同埋好好嘅配合，令到我可以好专心咁样做音乐，亦都可以好快将尽快咧会将我嘅专辑咧推出去送俾大家咁啦，咁所以呢一个奖项咧系我好好嘅强心针，嚟紧嘅即对于我嘅国语碟啊，同埋我其他嘅国语歌咧都更加有信心，多谢大家。其實嚟緊咧，我好多時間咧都可能會稍微離開香港一陣嘅，咁啊，因為有好多配合國語碟嘅宣傳啦，咁啊，亦都有國語歌曲嘅拍攝啦，會去到台灣嗰邊啦。咁啱啱我亦都完成咗另一首國語歌嘅拍攝，咁喺上海翻嚟啦。咁嚟緊仲會咧除咗音樂之外咧，即係國語碟嘅宣傳啊、歌曲嘅拍攝之外咧，咁仲會有我嘅電影都好快會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之前拍攝嘅一部電影《末日派對》咧。其实8月份咧就会参展嘅，咁啊已经其实之前咧都来来回回去过好几个唔同嘅颁奖唔同嘅电影节啦，都得到好好嘅反应，同埋得到啲奖项啦。咁嚟紧我亦都会去广州嘅一个电影节，咁希望咧呢一部电影快啲上画嘅时候咧，就可以将我哋嘅心血咧送俾大家啦。